迷你世界中你不知道的事情，小伙伴们你们知道吗？月无双他其实拥有一个包子王，而这个包子王比他的这些小笼包要厉害得多。你们看，月无双拿在手中的全是小笼包，但是今天我和学姐发现这些小笼包中其实有一个是包子王。小伙伴们，我们已经找到了其中的图片，你们看，月无双爬在这个大包子上面，没有错吧？而这个包子非常的大，你们看，月无双都可以爬在上面。在评论区中打出2269，你将会看到如何召唤包子王。众所周知，在月无双的简介中，我们只能看到这样一句话：本姑娘可不是好欺负的，人家超级厉害。而我们发现月无双只是一个卖包子的，并且他可以解锁一个包子头像，他说自己好厉害，应该是受到了包子王的庇护。小伙伴们，不信你们可以看一下月无双的换装皮肤龙享无双。在龙享无双的身上，我们根本找不到包子王的庇护，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只精灵。我们可以看到龙享无双头像框是不是一个精灵，而不是月无双头像框的包子。